布本身因为很厉害，所以它90%防水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水是不会吃进去的。我在这边画圈圈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它其实它久了它还是会吃进去的，它是给你时间这样把它擦掉的。所以你就算饮料打翻了，你只要拿卫生纸布抢救一下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主要可能要拍这个，拍这个，它是 Toshiba 的一个布，一个很厉害的布。